夜店王子陀仲康十六号跟老婆 Kiki 补请宴客，宣布老婆已经怀孕快三个月。同一天也在彰化宴客的耗子，老婆小鱼一样有喜怀男生。长期被骨刺所苦的耗子，当初还一度担心会影响做人，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会不会担心骨刺影响性？目前，精神状况会怎样？姿势不能太拘谨。不是，有些姿势不能用。去照过超音波了，非常的健康。然后医生说，他就量头尾嘛，头尾19。然后腿18公分，那你就等。然后医生就说啊，这个腿略短，但是很健康了。同样喜上加喜的陀仲康，婚宴席开58桌，花费350万元。42岁的他分享做人秘诀是：你这个问题非常的有医学的价值啊。但我想应该是在之后吧，因为很开心嘛。所以因为很多人都说要怀孕的时候心情一定要好，一定要放轻松。我想也许就是在关岛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轻松非常快乐的时候，也许就是那时候我的小宝宝他就来找我们了。一电视庄明勋、黄德贵、蔡玉贤采访报道。